如何化妆之三步贴紧双眼皮。双眼皮贴不仅仅可以让单眼皮变双，还能修饰下垂的眼角和不对称的内双，令双眼更标准完美。今天几分钟课堂教你三步贴紧双眼皮。你将需要双眼皮贴、剪刀、镊子。第一步，看眼型。用剪刀剪出所需形状。并将两个尖头剪掉。夹住双眼皮贴，贴在眼皮上。第三步，用镊子轻轻按压双眼皮。三步紧贴双眼皮就完成了。你知道吗？窄的月牙形双眼皮贴，使用时不能顺着睫毛贴，要顺着理想的双眼皮。